你现在还我先？你小子挺能装啊！你们俩过关下来！哎，你的生气，我属相好着呢。而且我心里有数。你心里有什么数啊？你是运动员，你要有什么危险，后果你承担得了吗？再说了，你要真有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办？实不相瞒。你他的性格这两天就会在学校加训，啊，就不会带你出去约会什么的。听我说啊，我知道你担心我谈恋爱会影响我的成绩，对吧？我承认之前谈恋爱确实影响到了，但我现在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了。不过我先把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但凡为了我的前途想跟我分手的话，我建议你趁早把这些心思收起来。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分手，我觉得我的心情才有可能大大受到影响。一旦我的心情受到了影响，小程，你威胁我是不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就有可能哭，一边哭一边比赛。